排兵布阵上，针对不同的位置、不同的球员，可能上场时间也好，甚至打不打也好，他会有一些考量。对，目前来看，现在阵容当中这个没有错位。阿布往里打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早点处理球反而是好的方式。忘了，所以马上去扑西罗，但是扑西罗的同时，这个时候把这个尼克梅奥给放了，尼克梅奥再中三分。好球，干扰球，两分有效。对，哎，你看我们这就是什么呀？你以自己的强点打对方的弱点，对吧？打自己的优势，再来一个。哎，阿布多不错啊，这节是再拿两分，不少了，半场啊。对，半场七分十八分，对、不是那个意外的，可能还会再打一会儿。是，但是呢，因为就是在中场结束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回更衣室的时候是路过我们记录席的。嗯。简单的交流了一下。哎，这球说的不错啊，绑下来了。